为什么还不进去？大哥，我对不起，我对不起，我只会给你制造麻烦。不麻烦，进去吧。我感觉对你很愧疚，我伤害你的心，你却还陪在我身边，照顾我，你真的是很好的人，你知道的，对吗？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，我真的很开心，我真的很开心，大哥。嗯，我都知道。进去吧。我还给你，但是你要先答应我，你不会再消失了。你先答应我，你不会消失了，不然我就一直站在这里。那这样，我们最后抛一次硬币，如果是正面，你就进去；但如果是反面，这次我就不会认输了。托拉哥，谢谢，你还肯站在这里，还有谢谢过去所有的一切。进去吧。